怎么样？오가식이야진짜找到了이거 ASMR 인데我是韩国人，我叫 Summer 夏天，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台湾的冬瓜茶，喜欢到买了冬瓜茶包包。我每次去台湾的时候也要买冬瓜茶，哦，冬瓜茶。哈哈哈哈哈哈！是美国人吗？是的 ，I'm American。买冬瓜茶回来韩国，但是有时候呢，因为冬瓜茶瓶一个 can 太重了，没办法买很多。然后我发现韩国的贡茶有卖冬瓜茶，所以今天要试试看韩国的冬瓜茶。감사합니다谢谢谢谢一个冬瓜茶，这是冬瓜茶，然后韩国卖的冬瓜茶，韩国没有只有冬瓜茶的饮料，奶盖、一般的大杯多少钱？4100元，差重赔不？100块以上，120、120、120，很贵吧？我记得在台湾喝冬瓜茶吃要30块。哎，我不知道这是冬瓜茶，因为它叫 Winter Melon。我知道 Winter Melon， Winter Melon 就是冬瓜茶。反正这个一杯4100元，120也蛮贵的。但是如果很好喝，应该 OK 吧？我觉得一定还好啊。七只朱古力米母鸡，就是七只啊，七只啊，韩国人很爱吃。怎么样？오가식이야진짜진짜입니까네真的你要喝看吗其实我还好啊但是也可以试试看啊可以啊可以啊不太喜欢冬瓜茶귀여워어때요怎么样可以吗好喝吧真的吗对韩国人的口味很必的啊你说这个饮料很适合韩国人的口味嗯我也觉得这个很好喝耶嗯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价钱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但是有点贵对对但是有点贵嗯有点贵如果刚刚喝了然后不好喝那真的我会生气但是真的很好喝所以치즈펌딥딥초코밀크티이거진짜맛있다치즈펌딥초코밀크티这个超好喝要我没有喝到음료어떻게먹지쭉쭉들이키세요아치즈펌다먹지마시고요 제치즈펌가주세요제거라고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쭈꾸미는너무맛있다还是觉得4000元120有一点贵对不对但是他们因为可能从台湾坐飞机飞过来的吧
所以这个价钱可能是合理的。嗯，那老板，因为我发现了这个冬瓜茶好喝，可能这个冬天没办法减肥，没关系，开心最重要，没关系，胖胖也还可以。那我来问你们，你们下次来韩国想要喝这个吗？要不要？120的冬瓜茶，要吗？卤肉茶。然后问你帮我框外面。